校长，你好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一转眼你已经在 Legas 中华服务了7年。感谢你在过去7年里给董事部充分的合作，让我们能够把 Legas 中华办得有声有色。在过去的7年里，我们的相处是愉快的，所以其实我们是很不想放你走的，但是亚比中华更需要你的服务。亚比中华跟 Legas 中华本来就是一体，所以希望以后两校在您的带领之下能够有更紧密的合作。希望你在亚比中华胜任愉快，也希望你有空时多点回来看看我们，因为 Legas 中华永远都会是您的家。戴校长，听到您准备调任新的工作岗位，我心中有万般不舍，千言万语只能化作声声嘱咐。戴校长以里卡斯中华学校服务了7年之处，在您的英明领导之下，里卡斯中华学校已茁壮成长，无论在学术还是体育方面都有作业的表现。与戴校长共事多年，已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和政治的感情。您是个尽责任后又体贴下属的好上司，也是个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好领袖。宽阔的胸襟及高尚的人德是大家的好榜样，有缘与你共事是我的福气。祝愿您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一切顺利，一帆风顺，工作愉快。戴校长，得知您准备调职，我心中有万般的不舍。在这里，我想对您说，里卡斯中华有您真好，感谢您。虽然与您共事的日子不长，但我从您身上学习不少。您建立了里卡斯中华和谐校园，常以实际行动引领我们，亲力亲为，从不抱怨。因为您，我们心连心，凝聚力逐渐强大。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，谢谢您，戴校长。最后，祝福戴校长您身体健康，
在新的环境一帆风顺，一切顺利。静坐教室的窗台边，倒带回忆画面重叠，展开笑颜，迎向未来崭新的门扉，重新踏上梦想的起点。难过的时候，庆幸有你们陪在身边，一起哭，肩靠肩，给我许多勇气和安慰。欢乐的时候，我们用回忆记下一切，一起写好多遍那精彩纪念的一页。我不管经过了多少年，要永远记得当年疯狂的岁月。当再次想起了从前，我们曾有过的欢笑与泪水，给我亲爱的朋友，请用微笑跟我说再见，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再见那一天。